当天温岚正在为新歌《脑海有浪》拍摄 MV， 为了呈现海浪冲击的效果，温岚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摄影棚里被泼水，四面八方每个人手上就拿了水桶然后脸盆，然后不断的往我身上泼，一直泼一直泼，然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，然后因为有时候耳朵进水啦或者是嘴巴进水，但是你还是要保持住那种眼睛是非常唯美。温岚的苦可没白受，从高速摄像机的回放中看，最后呈现出的画面的确十分唯美。